极尽止，就跟其实是一样的意思。第一题 ，ESG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？环境保护。第二题，请讲出三座台湾的山。峨眉山、鹰嘴山、玉山、阳明山、抹茶山、好大霸天山。第三题，请讲出三种树的名字。白千层、榕树、凤梨香、木棉花、樟树。忘记了，这个流苏，流苏，流苏。第四题，生产出十三类树脂需要砍几棵树 ？A. 三棵 ，B. 六棵 ，C. 九棵。B. 第五题，台湾若要造林达成碳中和，需要种多大面积的树 ？A. 六座101 ，B. 六个台湾 ，C. 六个歼十三。六个歼十三，错，六个台湾。对，对了，六个台湾，而且是重版，要误导了。第六题。出三个你爱护地球的环保好习惯。做大众捷运，不要开冷气，吹电风扇，随手把垃圾带走，随手关灯。第七题，植树节是几月几号？现在吗？只要心里有个植树节，今天是植树节，就跟情人节是一样的意思。端午节天天都可以。